大家好，我是 Prestige 九月号的封面人物欣盈。我其实本来就是个很简单的人，我不喜欢太复杂，我喜欢真诚的对待每一个人。一直以来我觉得人跟人相处本来就不是很容易，所以我觉得互相尊重其实是最重要的。我都非常重视孩子们的品德修养，那不管你有多少知识学问，有礼貌有善良的心，我觉得这才是人生最重要的课题。我喜欢尝试很多不同的保养品，但我觉得选择自己适合的才是最重要的。保持愉快的心情，好的睡眠，我觉得这也是保养的秘方。我这几年一直就是很努力的在持续的做一些公益跟慈善的活动，那今年不例外，我还是会继续朝着我的目标去完成。我正跟基金会讨论，我希望未来我可以参与更多的有关不同领域的议题，甚至可能走入国际，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天灾人祸，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要去关心这些议题，然后让这个社会能够更美好。